剑湖山世界主题乐园儿童清明连假期间推出新设施 5D 冒险剧院勇闯恐龙岛，吸引大批游客。来自台南的正信游客一家四口超幸运，在园区内只花100元就扭到价值上万元的台北法国来回机票。剑湖山公关专员陈时迪表示，园区在猫吉丁广场设置巨型招财猫扭蛋机，高达6公尺宽 2.4 公尺，农历新年初一启用，至今最大奖项为桃园法国来回机票一名，另有 iPhone X 手机、48寸液晶电视、剑湖山王子大饭店住宿券等1万个奖项，总价值超过100万，每个扭蛋要价100元，最大奖终于在今天送出。正信游客表示，过去一曾带着老婆小孩到剑湖山世界主题乐园来玩，这次入园发现有巨型扭蛋机，大儿子想玩，于是花100元让他扭蛋，手气超顺的大儿子一次就扭中头奖机票，家人相当开心。剑湖山世界主题乐园儿童清明连假期间推出新设施 5D 冒险剧院勇闯恐龙岛，吸引大批游客。来自台南的正信游客一家四口超幸运，在园区内只花100元就扭到价值上万元的台北法国来回机票，托剑湖山世界主题乐园提供分享。